严格比例，由咱第三级的庙管员、文书级的员老来冲，代表团体行骗比例，因三骗例冲烟。再见，三见，一杯龙泉化甘露，新王化露救贫苦，虔诚礼拜欢喜敬，祈求合敬民安定，修建。行政院政务委员及团社新主席林正哲率南投县县长李朝清及前体委员干部以及所有各部同仁，向主山顶的庙城隍出尊及众神社行三鞠躬礼，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恭读文书，恭读文书。